Good evening, everyone. Good evening, sir! How many people here know me? Yes, everyone! I can hear you, la. I can hear me. Yes, well done. Okay. So, first, I'm going to do an advertisement. Most of you know that, well, all of you should know that Mr. Chiang's going to come afterwards. You know that? Yes! If you don't know, he's coming, okay?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happening at every other rally at Bishan Toa-Payoh, Hong Kong North, is that we have supporters who want to get his signature.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that on our booth somewhere there, we have a beautiful black and white souvenir photo book from last year's election that is available. And Mr. Chiang's more than happy to sign this. And it's going to be a limited edition, because after this election, we'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another photo book for GE2015. So those of you who do not have a copy yet, before Mr. Chiang comes, you might want to send somebody beside you, nudge them, go there and get a copy for yourself. Okay, 我现在要转转台，因为今天很多人讲英语, 然后我觉得应该转转中文台，跟大家说说华语才行。 其實他們也有要求要求我講福建話，但是我係福建回國後啦，講得你不會聽。講福建話，但是廣東話可以嗎？廣東話得唔得？好嘢，好。講廣東話，講廣東話，講廣東話，咁我首先用廣東話講嘢先嚇，OK。咁首先多謝大家今日嚟到我哋今晚呢個會咧嚟捧場。 咁就好多謝大家多年嘅支持，知道你亦都知道 Jeanette 多年喺呢度花咗好多嘅時間，花咗好多嘅心思嚟去認識各位，知道你嘅問題，想聽到你嘅心聲。咁就想今晚鼓勵大家好好思想你今晚聽嘅呢位我哋叫母老虎啊，母老虎啊，到底係邊個？ 咁提先，正師亦都講咗，大家投一票係為著乜嘢呢？我想講清楚，你唔係為著新嘅泳池，唔係為著新嘅圖書館，更加唔係為著新嘅公園嚟去揀你嘅國會議員。你有咗新嘅公園，想問呢度咁多人住喺度，邊個有時間去享受個公園呢？可能幾個伯伯婆婆有機會，年輕人呢，個個讀緊書，我哋呢個年代呢。 个个做紧嘢，边度有时间享受？咁你到底要嘅系一个国会议员俾你嘅系一啲我有时间咧就去享受下，哇！上一次 GE 投 PAP 一票，咁就有咁样咁靓嘅公园，定系你想投一个国会议员一票嘅时候咧，佢系知道你嘅问题，带住你嘅你关注嘅问题入到去国会帮你说话。 我哋今天面對嘅問題係生活嘅問題，生活嘅成本越嚟越升高啦，工作越嚟越多問題啦，越嚟越外國人喺度同我哋搶飯碗啦，呢度有幾個老人家或者退休人士，我都想問問你，你唔好淨係睇自己，你自己首先第一攞唔攞到你嘅 CPF 先？攞唔到啊！攞唔到係啦，啱啦，咁攞唔到點啫？點咧？ 今日睇新聞咧，新聞出咗一條新嘅新聞條例，話而家大家到65歲嘅時候咧，聽清楚嚇，到65歲嘅時候咧，你可以政府話你可以再揀遲啲再攞錢出嚟喎，遲啲會唔係早啲喎？咁你話佢聽唔聽明白我哋嘅心聲咧？佢知唔知道咧？我哋需要咧？我嘅媽咪今年72歲。 大家都知道上個星期，呢個星期大家都好忙啊！啱啱上個星期三，我嘅72歲嘅媽咪咧 ，sorry， 我有啲感動啊！同我話佢眼睛睇唔到，去睇醫生，醫生話要開刀，咁就話眼睛後邊咧流緊血，咁就要去一個即係我哋叫 day surgery 咁，入去一兩個鐘頭搞掂出嚟。咁我問佢要幾多錢？ 佢話扣晒全部啲 subsidies， 扣晒全部 pioneer generation 嘅東西之後，剩翻你仲要俾嘅係幾多錢？3000蚊。退休人士喎，72歲嘅老婆婆，一生為著國家去賣命。
而家眼睛有個問題，係在佢政府醫院，唔係去私家醫院喎。動個手術3000蚊，我問我媽咪：哇，好貴喎！我媽咪老人家唔識嘢啦，佢話：哦，唔係唔貴，你知唔知道政府包咗70%？ 咁70%再加30%幾多咧？我哋嘅生活費，我哋嘅健康，有我哋嘅種種嘅成本，繼續咁升嘅時候，我哋嘅情況又點咧？那我想講講他用中文跟用華語跟大家再溝通一下哈，我知道大家好像一直在往後看看 Mr. Chan 來了沒有哈，不用緊，大家還沒有來，他來我會正式宣布的哈，大家來專心聽一下 ，OK。 我想首先强调，大家这次选的你是选的是国会议员，你不是在选一个市政管理人员，啊，市政管理人员，你的道路干不干净啊？龙沟有没有清理？这个不是国会议员要做的事情。很可惜，太可惜，我们国家已经把国会议员的角色以市政管理为首。 应该为首的，应该第一个是关注你的心声、你的问题。如果要做市政管理的话，好，来我们说一说，大家住了这个 Mountbatten 区很久，对不对？看到吗？哇，好漂亮啊！周围都很漂亮。我问你一下，漂亮是什么呢？漂亮是先进，漂亮是发展，漂亮有没有我们 Mountbatten 的风格？漂亮有没有你在这里的脚迹？ 漂亮有没有你在这里的心思？有没有你在这里以前历史的一些的怀念？在整个发展当中，政府继续的有一些新的市场出来啦，新的设施出来了，新的公园啦，新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好，他们要给你的是不是你要的东西？啊，或者是他们要的是他们给你的是他们觉得你应该要的东西？ 国会议员主要的角色是知道你每天的问题。我们在璃山大坝窑，过去4年每一周每一个月都下去认识市民。这一次，璃山大坝窑，PAP说会把图书馆移到另外一个更好更漂亮的地方，给一个更大的图书馆。但是我们从市民上听到的是，璃山还有。 大坝窑两个区全部13万人全部加起来只有一个 polyclinic， 每一天去 polyclinic 等4个钟头。 Mountbatten 这个区我不大认识 ，Jeanette 认识，他的5年计划书里面也把很多他对这个区的一些意向也写出来。我要你好好的去看，他拿着的那个5年计划的意向书里面有多少是真的为你着想的东西？ 然后你再想想看，我们 BAB 说想要给你的东西，能不能够满足到你每天关注的问题？最近这个老鼠的这个话题很多哈，首先是不给巴豆的老鼠，但不给巴豆的老鼠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是吗？灰色，白啊还没有，不给巴豆的老鼠不是白色，黑色黑色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说的是白色的老鼠哈。 白色老鼠很奇怪哈，白色老鼠很奇怪，因为这个最近大家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讲了出来哈，白色老鼠外面哇说很多话，甚至在国会里面也说很多话，但是轮到投票的时候，轮到有一个法律要通过的时候，大家静静下来变成小老鼠，知不知道国会开了100多次 ，Mrs. Jam 说了。 发言发了几次吗？108次的国会会议 ，Mr. Chong 发言发了83次。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Mr. Lim Biao-chuan 他发了多少次言？哎呀，没有意思那么糟糕了哈。100多次的会议 ，Mr. Lim Biao-chuan 发言发了60次， 少 Mr. Chong 少了1/3。 那他60次发言，少得像这么多次，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去听他发言发的言是不是你关注的东西？没有。我跟你讲哈，很可惜
很可惜，因为什么呢？新加坡人不听国会的啊，国会开会啊，先啊关掉转台，看第八播道，你要听林先生在国会里面开口跟你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60次他说的话，是不是你要的关注的问题，还是政府要的东西？啊？那如果我们是香可以在100多次会议里面开口说83次，那我问你，我们今天晚上的母老虎可以说几次呢？100次，100%，把它送去国会。最后，我想再强调一次，好，再强调一次。 我们反对党或者我们说替代党哈，反对太过僵了，太过对立性了哈。替代党的人员，我们个个都要是高素质的。以前 PAP 说高素质的人都在我们 PAP 里边，全部都是穿白色的。最近总理说哇，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两国关系啊，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哈。 中国还有中美关系啊，大情况里边，我们新加坡将来啊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你要投 PAP 进国会。我问你，全新加坡的精英只有在 PAP 里面，那这里坐的不是精英吗？这里坐的每一个都是精英，不在 PAP， 在 SPP。 所以我希望大家睁开眼睛，不要再以为。 啊，好事全部都是从 PAP 来，对不起啊，可能 NTUC voucher 啦，什么什么 voucher 可能是从他们那里来哦，不晓得哈、哦，听说是 BA 送的 ，BA 送的，对不起，要澄清一下啊，这里有很多电视机在录啊、哦。那国会议员，你投你那一票，他进入国会，他能够管你们的市政啊、理事会的时候，国会议员资源哪里来呢？资源是从国家来，国家仓库来。 如果一个 PAP MP 可以跟你说，你投我一票，我给你一个游泳池。为什么一个反对党、替代党的 MP 说你要什么我给你，我只能够从我们自己的党的钱包里面给你呢？或者我能够给你的东西只限制在我们套房室里面的钱呢？那 HDB、MND 全部国家政府各个部门的资源只能够透过 PAP MP 才来吗？这个是我们的钱，你们的钱呢？ 是人民的钱，人民的钱不应该政府哦，政府跟党要分开，对不对？人民的钱政府来花，不是党来花，理解吗？所以今晚希望大家真的是谨慎的考虑一下，不要为了啊 BAB 送你很多很多的东西，而觉得你投他们一票。<笑> 不知道最近我们一直说什么什么老鼠啦、白老鼠啦、母老虎啦，我再提出一个比喻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国会有门神哦，你知道门神吗？啊，你进到门的时候有一个门神哦，你要拜一拜然后再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一般在家里后面最后面那一道门还有一个什么神？土地神。<笑>还有一个厨房神，厨房神哦，你给他吃很多很多。 好的东西吃，厨房你给他更多很好的东西，他就哇笑笑，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了。我们今天不要做厨房神，BAB给你的很甜很甜的东西，你要你拿好享受，不等于你需要投他一票，因为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换回来的，知不知道？理解吗？所以大家今晚要听清楚，分析用头脑想，呀，珍惜刚才说我们今天晚上。 说的是头脑，还要说的是心，心跟头脑放在一起。你知道中国人哈，我们华人我们没有说头脑的，我们说你要做个决定，用什么来做决定？用心来做决定，心思，全部一切都是从心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Jeanette 的心，带来的是我们 SPP 的心。希望心连心，心连心能够也动到你的心，能够期望你也投我们一票，把我们送进国会。谢谢各位。